来关心的是，被呛下十八强定律 ，Face 联盟做出了回应，也引战张雅琴哦。先来看这个状况，好，这杀警案震惊了全台湾。台南市警察局长方仰宁说，根据了他们目前所掌握的基证所研判，林姓吴犯罪的动机呢，就是要夺警枪，换句话说是预谋犯案，非常的凶残。而受殉职的原警的家属涂明成的二姐在镜头前面声泪俱下，也痛骂 Face 团体要滚去十八层地狱，也点名了法务部长、矫正署长，你们的所作所为，你们的每一步都在践踏受害遗族的心。典狱长杜聪典，你欺上瞒下，只是为了你的宝贵仕途吗？好，这一回呢，涂二姐所点名的 Face 团体也有最新的一个回应。她说呢，我们跟大家一样，并不了解全貌，因此贸然的发言，对于案件后续处理并不会有任何的帮助。不过因为呢，这个有台的主播张雅琴哦，在播的时候，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呢，好，暗指说这 Face 联盟是不是接下来要打算要推动好林姓吴的无罪等等等等等 Face 等等相关的一个情形，引发了好双方不满互杠。来看的是呢 ，Face 联盟也有最新的回应，说不要制造替罪羔羊，不要制造假新闻，请做对社会有帮助的报道。好，这一发这个态度呢一表态哦，这个文章一发出来，马上呢引战了张雅琴了。好，张雅琴态度也很硬，她说啥 ？Face 联盟点名我张雅琴，不要制造假新闻，请问假在哪里呢 ？Face 联盟从成立以来不断鼓吹杀人免死，他认为这个才是假讯息、假道德，真的伤害了台湾的公平正义。好，遭到 Face 联盟的点名捏造假新闻，现在张雅琴怒呛是说：“请问你们 Face 联盟的背后到底是谁？公布你的资金来源吧！是谁在支持 Face 联盟这个组织？背后金主到底是谁呢？”好，这一回的台南杀警案，的确二姐呢直接指控哦，这样所有的官几乎都在践踏家属的心，也点名了外溢这个等于说明德。外一颠典狱长为了试图欺上瞒下，滚去十八层地狱，炮轰的是 Face 团体，一起关心。看到没有？明成刚才镜头的这样血流光死掉的。殉职原警涂明成二姐悲愤情绪大爆发，杀警凶嫌逃狱，政府却只会跑公文，完全没公布。法务部长、矫正署长，你们所作所为，每一步都在践踏每一个受害遗族的心。流泪炮轰执法高官，第一时间还想甩锅，家属更直接点名。明德外一间的典狱长杜聪典长官，你的欺上瞒下，就为了你宝贵的仕途吗？如果不是因为这样，你才跟瑞杰会就惨死在荒郊野外吗？你支持吗？你有没有权益啊？我没有讲啊。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因为一旁立法院长游锡堃支持 Face， 表情超尴尬。我知道了，我现在很冷静。这一句话是我代表受害遗族的心情讲的，去团体都给我滚进十八层地狱！三起杀警案判死刑都没执行，原来是因为蔡政府109年更改行政规则阻碍，家属悲愤不已，还要几条人命牺牲，政府才能看得见。记者赖冠璋、王淑红台南报道。好，真的很让人心痛哦，听到二姐这样的哭喊，台南杀警案所引发的关注，还有最近这一则警察教学如何对付持刀的歹徒，现在影片网络上疯传，片中警察教了超实用的一招，不少网友直呼连泰拳教官宪兵夺刀的课都是这么的教。武术专家就说了，就算你没有受过很专业的训练，你手边的包包、手边的零钱都能争取救命时间。
刑务防身各家都有不同路数，真的遇上持刀恶徒该怎么办？杀警案激起民众防卫心，这段警方抵抗持刀影片更在网络爆红。我遇到，今天拿刀，看仔细，我只做一次哦。真的没看错，连警察都360计走为上策。只见远警打开手电筒，闪了一下对方眼睛，接着跟来酸。网友笑翻，直呼这真的是正确做法。虽然远警澄清这是搞笑影片，但各家无数面对持刀最上策，只能跑。当然你身边有东西的话，挡一下是挡一下，保持距离做逃跑，拉开那个被攻击的距离。网友也议论，包含美国特种部队叫你跑，泰拳教练也叫你跑，甚至宪兵夺刀术第一课都是跑。但如果真的难逃，曾担任随护的教练建议，拿起随身零钱也能争取时间。一把钱币一丢，形成张力面，让嫌犯瞬间眨眼，或是用随身包包来抵挡攻击，甚至能换取反攻机会。直接踢打他，绝对是比你抓他这个刀最笨的，就是那种什么夺刀术，那你叫做找死。面对对手持刀，格斗搏击术采取打击技，用踢打方式将人踹飞，先拉开距离；八极拳先挡住刀械，快速出拳反攻，或是身体转向减轻对手杀伤力。但防身招数百百种，危急时刻真的还是先开溜保命要紧。记者梁海瑶、杨忠胜、张妹子采访到。震惊社会的台南的杀警案，其实呢，法务部还有外役监都被二姐来痛批。对此，法务部长蔡清祥在上午召开了记者会，表示针对了整体事件，已经将典狱长杜聪典调职，而且静候调查。至于监狱脱逃的问题，未来将要求2小时之内就要发布通缉。在死刑的执行上，蔡清祥也强调，自己任内也执行过2年，如果依法要执行，法务部就会来执行。关于外役监脱逃的问题，已经责成矫正署立即查明原因，并要就责。所以在调查期间明德外役监典狱长要调离现职，静候调查。那有关迟延通缉的部分也责成台湾高等检察署他要要求台南地检署提出报告，那检讨原因并责任归属。监狱脱逃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求所有的监所一发生脱逃的事件要立即请警方来协询，并且在2小时内要报请检察机关发布通缉。那对于返家探视的部分呢，我们也要求监所要严加的考核。那么在返家的期间每天要向警察局来做报到。另外监所本身也要透过视讯设备了解回家探视的收容人他们的行踪跟动态，并留下记录以备考核。死刑执行的问题只要法律程序完备那我想依法要执行，法务就会执行。我也曾经批准执行过2位死刑犯，所以我是一个执法人员，我一定会依法来处理。法务部在案发之后所做的很多的检讨跟措施绝对不是轻飘飘的，都是立即有效的作为。您有在煮饭的朋友，或者是您吃过这款海皇 XO 干贝酱的朋友，您一定会知道它的美味到底会多让人回味无穷。现在购买记得快点购，输入我的折扣码 CTI71G 就可以买到非常优惠的价格了。